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的。我这只龙已经入来恁家啊！只要你若甲阮爸仔囝斗相共，来股票获利了结，这间套房就是你的。不管你在创啥，拢甲我动嘞！这内底到底是啥？你是不是做啥物伤害我这个代志？我敢讲跟你无关系啦！我回来就是为了报仇的。我这只龙已经入来恁家啊！我本来对罗文尧的看法淡薄仔改变啦。伊既然是一个低消费的客人，既然爱我妈妈，甲伊妈妈回失的，真正是乞食光袂讲哦。哇，你也袂去？上来欢迎爸仔囝向来拜访我，我想你应该嘛爱在场较妥当。恁就是要放阮两爸仔囝，打入去清客，安尼这笔钱，恁就会当吞进去啊，是无？你这人咧讲啥？恁来难处出白云啦！来，两位现在一起来亲狗狗。你怎么报仇啊？你一定是挑工的。你真正水命嘞！我看哦，你才是挑工的啦。不准去！林东俊哦，一个人伫美国咧教书，啊，你为着要照顾志汉，坐牢伫台湾，你都唔惊时间一个久，你哪有感情的病？吴静玉，虽然讲咱两个年岁差不多，但搁轮回无轮回，你也是爱叫我一声大嫂，较有礼貌。若要知影郑英雄伫个地下棒，我就爱甲伊直直接着。只要你若甲阮爸仔囝斗相共，来股票获利了结，这间套房就是你的。不管你在创啥，拢甲我动嘞！这内底到底是啥？你是不是做啥物伤害我这个代志？